那个诚实的小孩竟然变成了一个骗子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快说啊！我只是代替小姐来这里，我要他们现在就结婚。除了维亚一个人之外，打死我也不会跟别人结婚。这么捉弄别人，小心真的爱上人家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我欺骗了夫人您，其实我并不是维亚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《无忧花开》。